必须阻止，无法逃避。这群人我已经杀到了三个女人，这次我换个比较不一样的。我将会动员所有方法，无论如何都会抓到犯人。就算被世界抛弃，也要重新扭转命运。我要亲手杀掉那个混蛋。我的女人在哪里？我女人在哪里？每周五、周六晚间10点，《神的礼物》。